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金石。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曾经由蒋光超先生跟姚素荣小姐合作演出，轰动一时的出，轰动一时的出，轰动一时的凤凰潮，现在已经冠成唱片出版了，让我们一块来欣赏吧。有请千岁爷。人逢喜事精神爽，要讨老婆心里慌。我镐京朱千岁朱焕然就是好了，是我知道那城濮之女程雪娥长得十分好看，我要想娶她做我的夫人，可是每一次向他求婚都让他拒绝。后来我想了一个好的办法，假借那个蒋光超的名字才把他骗到这儿来，要当着你们大家的面让他跟我两个人举行 Mary 典礼。思想起来毫无乐煞人，黄道日结良缘，今日情团圆，心欢喜地面面内飘飘然然挂到窗前。手沾沾呀，停！岂有此理！明明唱的是手沾沾，你这个脚沾什么的？我说，脚啊脚啊，你跟着我蒋光超已经四十几年了，什么场面没有看见过？这个结婚又不是第一次了，不要怕，有什么天大的事情都有朱千岁我还有。哎，打鼓的先生请你打得轻一点好不好？有什么天大的事情都有朱千岁我。哎 very good， 打得不错啊。哎，我们走过去把这个新娘子头上这个红布打开，看一看他的脸到底长得碎吗？碎哟。少怎么回事啊？怎么跑过来手就抖啊？大概他身上有电吧。他不要抖，好好好好，不抖不抖不抖啊。手不沾鲜红脸。怪不好意思的，你把灯吹了吗？哟，灯怎么能吹呢？灯非要关不可呀。再说这个电灯假如一关，一看谱都看不了了，怎么能关电灯呢？不能关呐。吹了灯黑了眼，怎可看到那如花似玉的美容颜。哎，我的心情哎很紧张哎，因为我不知道打开这个红布他这个脸到底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哎，假如他要好看呢，那我就娶他做我的老婆，假如他要是不好看呢，
我就给那个吹喇叭的做老婆。来，我们来看看好看不好看啊。来来，一二三，哎呦我的妈耶，哪儿来的木叶叉，他血盆口这黄板牙，左是冬瓜里是他，走起路来活像那个厨房里的水缸搬了家。带小奴沾庙烟，看一看我的他。哎呀，活像一腿豆腐渣呀，我这是到哎呦，程雪娥，人家没叫娘，你是哪儿来的白无常？木家郎，毛堂堂，你是哪儿来的白眼儿啊？小母狼，风流俊俏多潇洒嘞，那乡里又丑又怪，活像个癞蛤蟆。癞蛤蟆。干什么？你要想跟我 kiss 啊？我告诉你，我这个牙齿啊，长这么大都没跟人家 kiss 过。什么？一朵鲜花往牛粪堆上插。哦，你自己还比鲜花？我看你不是鲜花，你一脸呢都是天花。我才不是牛粪呢，我是牛奶。听我说。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岂可用斗量啊！我是朱焕然，那皇帝都跟我一门墙啊！不要以为你是美娇娘，我照照镜子也比打鼓的强。你进家我，我不要嘞，缘分不懂，我交给你新娘。哈哈，你说的倒便当，好说歹说，我总是个大姑娘，我也是名门闺秀千金女，父亲是兵部又侍郎，你花轿抬来抬去算个什么样？又不是卖西瓜，管打管退包你尝。哎呦，越来越厉害了啊！你爸爸是兵部侍郎有什么稀奇？我爸爸还是皇帝的兄弟呢。你既然是兵部尚书的小姐，那应该是千金之体，你就应该在家里享福啊！你为什么在这儿跟我卖西瓜？哎，还要找我这种客人，因为我这个牙齿啊，就是专门吃西瓜用的，这个广东话叫塞瓜刨，本省话叫地锅盖。我这个地锅盖啊，你换一碗，换一碗啊，青青菜菜啊。哎呦，他还喜欢吃青菜呢。如今是船到江心，难不劳为马到为爱难受家，我也不说你短，你也别当我长，咱们就将就
床。哪儿有床啊，前面都是乐队呀、啊。干什么？你打篮球啊，还撞人呢？哎，就是打篮球撞人还要犯规，哎，技术犯规还要罚两次呢。怎么？哦，就这样子唱两句啊，跟我这做两个表情，就想要我跟你将将就就的入洞房啊？真简单呢，哪里那么简单呢、啊？哦，你现在对我满意了？没有用，我对你呀、啊、还没有 OK 你。哎，他对我一 OK 呀、啊，那我自己就 No OK 了。上了当，我是上了当，娶一个乌鸦当凤凰，我也不怪爹，我也不怪娘。只怪我在月老祠内烧烧那两炷香。哎，怪来怪去啊，都是怪我自己不好，不应该假借人家名字想娶什么漂亮太太，谁知道弄来弄去啊，弄个麻将牌的酒桶回来。哎，他还不是酒桶，哎，我看他脸上是几桶，哦，这边是六桶，那边是七桶，自摸五八桶就清一色了。哎，哎呀，我仔细的看看他这副牌呀、啊，还是香港货还是本省货啊？哎呦，戏瘾也犯了，来一段评剧试试看啊！啊，小娘子，请转过头来，让小生看看，可好啊？哎呦，不懂得评剧啊，白唱。好好，没关系，你不懂得评剧，哎，我们来个话剧试试看呐、啊。哦，妹妹。请你把你这个六七十三桶转过来我看看好吗？哎呦，话剧也不喜欢呢。那没关系，我们来个本省调，可能他喜欢呢，试试看啊。我爱我的妹妹嘞，你喜欢恳求。哟、哎、也不喜欢。哦，对了，他是四川人呢，这个是四川的娃儿。我讲的是四川话，也许他欢喜啊。啊，我说那不是幺妹儿吗？幺妹儿，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打一下就够了，还要打三下。哎呀，你看看是他喜欢了吧？嘿嘿，我们呢，我们俩人好有一比。比作那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儿了，表得很好。他人虽丑貌不扬，方头大耳狗不像，方富云也是迷人强，金脸二尺也不算长。反正是关了电灯全是一样，全是那一样。哎，我说我的 Mr. 猪啊， Mr. 猪啊，那个年代穿着古装还讲英文呢。瓦嘎里马森，你怎么能讲日文呢？你讲英文呢，我就讲日文。我们今天是联合国代表在这开会了。嗯，哎，我说我的狼啊，我
我说我的虎啊，还狼啊，还狗呢。哎呦，不喜欢。嗯，不喜欢。哎，我说我的贤婿呀，我说我的咸鸭蛋呢。哎呀，还贤婿呢，我现在跟咸鱼一样，告诉你。哎呀，啥西米有那几呢，不好听，不好听。要叫嘛，叫的好听一点嘛。好听的。嗯，好听的。嗯，哎哎，我说我的蒋光超。哎呦，什么蒋光超，连名带姓啊，一点礼貌都没有，把我的全贤观音都叫出来了干什么？告诉你，南德斯卡瓦斯麦德萨克斯蒂卡蒂高，咱们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哦、我看呐，您就将就一点吃了吧。哦，就是这样子，说两句话，唱两句歌，就算生米煮成熟饭了，还要亲亲菜菜家家嘞。哎呦，那要跟你，那要是真的跟你打个 kiss， 不是变成稀饭了吗？好好好好，生米煮成熟饭。可是你这碗饭呢，金拍甲。哎，我告诉你啊，嗯，我这碗饭呢，嗯，是蓬莱米做的呀。哦，没有沙子的呀。哦，你是蓬莱米呀，我还以为你是榻榻米呢。什么？好好好好，蓬莱米，蓬莱米。如此，我那蓬莱娘子，我那饭桶官人，请随我来呀。饱经诸千岁诸焕然，实指望把这程普的二小姐程雪娥娶过来做老婆，谁知道弄巧成拙，把这程雪娥的姐姐程讨厌娶过来了。这个程讨厌，你别看她长得不好看，脾气还是很大，一面孔千金小姐的架子，每天不是打我就是骂我，把我打得鼻青脸肿。这两天我这个牙齿又比较高一点呢，都是让他打的。哎呦，所以这个人呐，真是不能穷，一穷啊，到处都受欺负。哎呀，我们这丫头怎么也不见了？家里唱了空城计了，一个人都没有。丫头，丫头，丫头啊，丫头哎！千岁啊。嚯，吓我一跳，我还千岁呢，我都成了杂岁了。我你回来了？废话，什么我回来了，那我的家我不回来，我又回来了。我哎呀，今天我很高兴啊，去把你们大奶奶给叫出来。请出来。叫出来。请出来。叫出来。请出来。我让你叫出来就叫出来。我叫你请出来就请出来。呵，脾气比我还大啊。哎，你对我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啊？
你要知道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啊？你是我的小老婆哎。好。好，那咱们办手续。什么办手续啊？我去告诉大奶奶。告诉大奶奶呀、啊？告诉热牛奶我也不怕。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当然我说的，你把它叫出来嘛。好，我去叫出来。好，你可别后悔。哎，当然不后悔。好，我走了。哎，干什么？后悔了？不是后悔，我有点害怕。我跟你商量商量啊，这个还是请出来好听啊，还是叫出来好听？当然请出来好听了。哎呀，当然请出来好听啊，请出来好听啊。哎，那拜托你把它牵出来啊。哦，不把它请出来了啊，你去啊。哎呦，不要说牵出来叫出来，连请出来我都受不了。我们这个太太呀、啊、自从跟我结了婚以后啊，哎，这个三围的尺数啊还是越长越美。她这胸围是38、啊、标准，臀围也是38也标准，这腰围啊还是38，她是38 38 38。哎呦，今天呢、啊、她要是出来我对她不客气，上去就是一拳。拳？哎呦，拳什么？拳啊，叫拳无寿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呐、啊！我跟你两个人是宝一对呀、啊！去你的！谁跟你宝一对？啊，我看你是三天不打上屋揭瓦，我今天非打你不行啊！好，哎，笑什么？什么笑？我那是哭呢。我告诉你，你打了半天呢、啊、不疼。怎么今天不疼了？我知道你每天都要打我，我全副武装啊，带着钢盔来的。哦，大奶奶啊她怕痒。嗯，哦，不疼啊。哎，不疼。你看我嘴巴痒了，他这个手一过来我就忍耐不住，所以他知道我的弱点。不过我这一笑起来啊，他没办法止住。哎呦，哎呦，多厉害，你看这比电门还厉害，一关我就停住了啊。你的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什么胆子越来越大了？这个椅子也是你能坐的。你看这个椅子找麻烦吧。我说每一次挨打挨骂都是为他，今天又来了。这个椅子不是我坐的，是哪一个坐的？大奶奶坐的。哎呦，哪儿开电门你那儿有亮了，大奶奶坐的呢。怎么着，两个人欺负我一个人？没关系啊，我告诉你大奶奶，今天呢你是误会我了，完全辜负我一片孝心哟。因为啊这个椅子啊是凉的，您这个卡衬呢是热的，这个热卡衬坐凉椅子，我恐怕你落塞。我给你坐热了让你坐还不好吗？去你的。哎呦，谁要你多管闲事？又多管闲事。给我跪下。什么？给我跪下。跪下？哎呦，哦，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让我跪下，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常言道，男人膝下有黄金，岂能随便跪妇人？不跪。你跪不跪？哎，不跪。跪不跪？说不跪就妈。哎呦，还是跪下算了。哎，我告诉你们，感情这个跪在地上啊比坐在沙发上舒服太多了。我根本不是怕老婆，我是喜欢跪。嘿嘿嘿，好玩，真好玩，舒服，真舒服。你有没有玩呢？我早就玩了。我问你，你刚才说要娶谁老婆啊？这小老婆啊？没，绝对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小芳啊，你过去问问他。去
千岁爷啊。啊，干什么？你刚不是说要娶我做小老婆的吗？啊，这，哎呦，这个证人出来了，这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也得输啊。哦，你怎么啊，破坏我们夫妻感情啊，想让他跟我离婚。我告诉你小芳，就是我跟他离婚呢，也轮不到你。这姚苏等了好几年了。哎呦，我告诉你太太，实在是想娶小老婆呢，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念头，不过我后来仔细的一研究啊，还是不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你这么一个漂亮的红豆冰，万一再娶一个冰激凌啊，我也落赛了。我算了吧，我不敢娶。嗯，好吧，就算没有。哎，对。哦，刚才你骂我什么来着？我谁骂你？我怎么敢骂你？要不然我就打你。不，我不，我不会骂你，要么就打我自己。嗯，什么东西三十八呀？三十八，我讲过的。我们这种人呢，讲过的话绝对不赖啊。我刚才啊，跟各位朋友在夸奖你，说你呀，对于这个社交活动啊，非常的活跃。啊，有一年呢，你还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到美国去开这个妇女三八大会，你是首席的三八，所以呀，你这个社交活动啊，别人都比不了，而且你这个三围的尺数啊，跟这三八有很大的关系，哎，你这个胸围呀，是三八，嗯，你这个臀围呀、也是三十八，你这个腰围呀、还是啊多少？十八，嗯，这还像话？其实68。什么？不，我68，这不要脸啊！我不要脸，臭美。什么？啊，你够美。哎呦，这还像样？像样，自己还以为自己 啊！好，你美。唉，小芳啊，今天嘛他也跪了大半天了，嗯，花了慈善心了、嗯、让他起来给他留个面子吧。黑呀，还白呢。哎呀， ABCD 呀、你那么多虚字干什么？起来。什么叫起来？大奶奶叫你起来。哦，你是传达室的主任呐。哦，大奶奶告诉你，你告诉我，让我起来。现在我再告诉你，你再呈给他，我不起来，我跪上瘾了。大奶奶，她说她跪上瘾了，不起来。让我起来就起来。哦，哎呦，这个恐怖的眼光过来了。你不起来了、是的，你跪上瘾了。 Yes, all right. 好、你就给我一直跪着。跪？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跪呀、我是跟你闹着玩呢。我跪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怕的时候就怕，不怕的时候更怕，不怕的时候就不怕。哎，今天我们这个男朋友很多，我要给男人争点面子啊！我来做点威风，骂他两句。小芳，你下去看他敢把我怎么样？哎呦，他还一个人敢跟我斗啊！我说你斗、贵人，哎，这不能怕惯了，怕惯了还是不行，偶尔怕一次不要紧的。你给我打我来！自从我娶了你，算到了八辈子没累，是你搞来的病，是你引来的贼，害得我是胆大鸡又飞雷，堂堂的千岁府变成了臭豆腐味，我怎么不倒霉？我怎么不倒霉？越风声
你后什么悔啊？啊，嫁给我这种丈夫还后悔啊？哦，我这个地锅盖全世界只有一副哎！啊，有什么好后悔的？你有什么好倒霉的？我当然倒霉，娶你这个太太不倒霉啊！哎，你有什么后悔？哎，说出来大家听听看，让人家评评理。好，你听着。你说，从前啊，我吃的是龙心凤肝，现在呢？哟，龙心凤肝，现在吃的更好。我们祖国的出产凤梨广肝是什么吃多了这种凤梨广肝呢皮肤好哎你都不会长这个麻子了告诉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哼从前哎我穿的是绫罗绸缎现在呢你看看哎呦现在呢你这种事情人家不知道我太清楚了还绫罗绸缎连你现在穿的这件衣服都是跟人家借来的马上还要还给人家哎呦呦绫罗绸缎你现在还不是有愁吗你每天发愁啊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听着说从前、哎、我住的是西门町的高楼大厦现在呢哎呦你住的西门町啊现在你住的水门町啊比那个西门町还好呢你后悔啊你后悔什么我倒霉才是真的呢你敢倒霉当然倒霉你再说、哎、你、哎、我不倒霉不敢倒霉你还敢后悔哦我不后悔我不敢后悔从今后我们是不要随夫唱夫要随你唱我来随你也别嫌我丑我也不愿你肥什么你嫌我肥呀不其实也不算肥你好比唐明皇他爱的那个杨贵妃、哎、这还像话呀你好比杨贵妃我好比唐明皇嘿你也太我好比唐明皇他尿的那泡水我们在天愿做比鸟你往哪儿飞我就往哪儿飞是来吹吹哎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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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哎呦吹疼了我是报仇的、啊、什么你我是那一个劲儿的用劲儿吹哎啊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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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呼好的好的好的哎，有个玩没有啊？每天都让我生气，没一天让我高兴过。哎呦，那你怎么样才高兴呢？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哎呦，唱歌我是拿手的。你说我要唱一个什么歌呢？你唱个扬州小调给我解闷解闷。哦、你喜欢听扬州小调啊是啊好我就唱一个扬州小调我的乖乖隆地咚哎哎呦喂我的大姐大姐
做事那里把空干，你跟我成亲的又把脸翻，看人不能够看外表，我老祖人丑良心好啊，待人八卦家嘞，我的心肝嘞。我的心肝宝，你要是真心的嘎巴我，我把你当作那心肝宝，你要吃茶我来倒，你要吃饭我来烧，这铺床叠被都有我，还愿意给你个喜小家嘞，你说好不好嘞，我的乖乖个龙的洞嘞。我叫蒋光超，你要是真心你跟我好，我给你买两个大面包，你要洋楼我来造，你要汽车咱们就开到，这洋楼汽车全有我，还给你黄金玉梅草，你到底要不要嘞，我的乖乖个龙的洞，韭菜炒大葱。